这个螺儿太冲了，帮他顾一下。好在有晕到，对面阴魂不散，尽力了能不能活就看运气。这井会不会太凶？被跑了，如何被包了？来去救他。阿来来了，丢个一记，争取一秒的逃跑时间，还不走，被绑就完了。阿来大招要结束了，沈墨放罗儿身上，争取一秒，来不及救，也来不及走。此事是有三次是因为救人，看到罗儿这么说，趁早泡温泉时回个话。复活后过来支援团战。这种白眼狼看多了，原来蝙蝠侠走回去了，上去帮他们。对面全死了，顺利的取得胜利。我们也不是不会检讨，想一想怎么做比较好。如果这个遗迹保留下来，用来断阿来的大，用蒲公捡阿来的树，说不定罗儿可以救到对方的站位。就算阿来绑我，我也应该不会死。下次记得把招留下来，我们会有更好的表现。我是拉尔夫的系统语音，我们下期见，八八一。